好，歡迎大家收睇《元靈大觀》噶，咁啊繼續有 KB 啦，同埋我哋嘅嘉賓仙姐。Hello。係啦，咁啊上一集咧就講到咧，你嘅天線咧未刪曬嘅，而家仲有少少喺度嘅。係啊。其實你嗱，你最開得最頻繁嘅時候咧，接收到啲乜嘢多咧？通常開得最頻繁，初時就梗係啲客人啲個案嚟到嘅時候，咪問佢嘅事業。愛情、健康，即係嚟到嘅時候先開嘅。但係後來當嗰個叫做入魔之後咧，你就時時刻刻，你成個人咧都係好似等於你個本體意識退咗場，唔使做嘢，唔使諗嘢，長期咧衣食住人都係佢決定曬咁樣樣。咁癲？係啊！即係今日著咩衫啊？食啲咩啊？係啊！食啲咩肯定咗啦，你要係。係啊，肯定咗啦。咁、但係你著衫會唔會好得咁啊？好似而家冇得咁啊？會㗎，但係嗰時就好中意咧 dark 之餘咧，慣性可能喺左邊搭一條筋咁樣咯。上集咪你上幾集？唔係嗰個，我係復刻翻之前嗰個狀態嘅衣著咯，因為係啊，係肯定會搭條筋。就算我唔係著嗰啲民族衫啦，我都會我，所以我好多嗰啲筋嘅嗰邊都擺咗條刺繡筋，即係我好多十條八條呢啲筋係啊。講起咧，即係如果你話搭條筋嘅一啲服飾咧，其實喺西方嘅，譬如古希臘啊，嗰啲好中意搭條筋。係咯，做乜嘢咧？條筋係唔好理，你而家似係佢咁樣啊嘛。哎呀，真係可能有真係有啲機會，可能係搭上咗一啲遠古嘅嘢喎。即係可能係 B.C. 唔知幾多年嗰啲，我覺得係 B.C. 㗎，嗰、那個一定係 B.C. 㗎。啊 ，B.C. 係啊 ，B.C. 唔知幾多年嗰啲遠古神祇啊，或者係一啲信士啊，我哋叫做係啊，嗰啲嗰類嘢，因為我個壇咧雖然而家就拆咗，但係嗰啲啲 deco 嘢仲留低嗰啲好大塊嗰啲手工波斯地氈啊，啲木嘅書架啊，啲銅器啊，你好地地一個人嘅 studio， 你點會擺呢啲嘢嘅啫？其實係咯，即係其實你由開嗰一刻到刪啦、拆壇嗰一刻，其實成件事都好似有啲有舊有一個主宰住你去做咁樣喎，係啊，即係其實佢鋪排咗好耐噶啦喎。佢揾緊呢個人揾咗好耐喎，連帶我點樣揾到呢個單位，點樣啲嘢啲尺寸啱啱好，即係我係又唔係話邪神奇到係，即係我將即係我嗰張波斯地氈咧，即係我一買入嚟，我初時驚唔啱位啦，點知擺好曬啲嘢之後咧，佢係貼住埲牆，因為我牆另一邊即係地氈另一邊係擺咗一部琴嘅，咁啊我嗰啲電子琴嚟嘅坐地式嗰啲電子琴。哇！啱啱好個琴腳連埋嗰個地氈再墊埋對面牆，係塌塌冚，一寸一 cm 都唔爭。跟住然之後，我隔離擺完啲壇，再擺啲櫃，全部嘢都係塌塌冚，好似有人 design 過咁樣。即係我連掛嗰啲布幕咧，我掛咗一塊兩塊，第三塊啱唔啱位擺埋佢，啱啱好個寬度同埋對樓底嗰啲，即係又啱啱好墊地，即係好驚喎！好似有人 design 話俾我聽，你要買乜嘢，買啲乜嘢，即係梗係唔會話俾我聽啦，但係會令我係。上下網就碌到就覺得要買嗰樣嘢咯，咁咯。咁但係如果你再諗翻轉頭嘅話，其實你會唔會真係都係決定開？決定開咩啊？開呢個壇啊！你話當時定係而家啊？如果你諗翻轉頭，諗翻轉頭。唔係啊，因為當時嗰個感覺咧，加上又一路又有間中會騎下肚啊，即係冇初時咁頻密啦。咁又會啊，唔係我初時係頻密嘅，我要開壇揾地方嘅時候，同埋又真係好似個人好似靈性上有所提升，我會以為係有聖靈指引噶嘛。咁你點知係壞嘢啫 ？OK， 嗱好啦，咁你而家天線你話刪咗啊？呢期有冇話突然間？打通咗啲嘢咁樣，即係有啲靈感啊咁咧。我覺得兩個情況啦，一個就係我刻意已經唔用，仲間中會即係滲啲嘢過嚟，即係譬如就係忽然間，其實我蘇花，我自從拆咗個壇到而家，我都未 pick up 翻嗰個每日祈禱半個鐘嗰個 practice，因為我仲係有啲驚，即係我驚我會。去錯 channel 啦，我硬係覺得可唔可以做翻正常人一段時間先？
係啦，等我真係正常到無可正常嘅時候，先再可能開始尋求翻啲精神宗教信仰。即係而家我世俗化一陣先，世俗化一陣先，即係其實吃喝玩樂下先。係啊，吃喝玩樂下先都要㗎啦，我覺得即係攞正牌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好近期呢個禮拜咧，都有啲心緒不寧，有啲煩躁嘅時候，開始思考下，即係神會唔會點樣暗中幫助？跟住類似有啲諗法去教我。你要点样去祷告，以咩心态、咩方式？咁然后跟住谂谂，奇怪喎，即系若然啦吓，神如果要同我沟通，你又点会特登去提你咁样祷告？咁好奇怪，即系可能有啲唔知咩圣灵啊、高我，总之啲灵嘅嘢啦，又系咁啊。于是就揾翻个 friend，佢系即系我之前刚才嗰集讲过，佢康复咗啲朋友，咁佢又话翻俾我听。唉，因為佢仲有少少天使未生嘅，又係，即係佢話唔係啊，其實係因為你嗰啲嘢咧，有啲走咗啲咧，佢又冇地方去，即係唔係真正走到，佢就係想你幫佢代禱，即係祈埋。因為其實咧，好似係邊，我唔知邊部經嘅章節話過，即係其實即係要得到嗰啲靈屬，都要得到人嘅寬恕，先可以真正嘅類似解脱、真正嘅釋放自由。咁如果你之前曾經有一個受害者，可能你又要為佢禱告又好，即係去寬恕佢又好，都仲有呢啲後續嘢喎。即係唔係話一味整啲法事打走去，即係咁啦。咁原來就係咁樣，所以會令到我。即係要接觸翻祈禱，即係呢個係我唔閂天線又唔想用嘅情況嘅情況啦第二個情況就係咧，咁我呢排就多咗出去吃喝玩樂啦。咁啊，有時唔知點解，即係你知啦，飲咗一兩杯，所以點解咧啲經書會叫人唔好飲醉酒，就係咧，其實唔係完全話驚你酒後亂性，我就冇呢樣嘢，因為有啲人飲醉酒會打人，有啲人飲醉酒啊會周圍去錫人，咁我又乜都冇嘅，我飲醉酒好和平嘅啫，最多瞓瞓覺，覺係啦，係啦，賴皮嗰啲，係啦，冇錯。咁但係我飲醉酒咧，因為始終嗱，即係。前幾集曾經講過啲叫意識流嘅嘢，係有啲人透過打坐或者透過藥物或者透過外界一啲物品去降低自己意識，而去進入嗰個精神境界。所以酒精呢一種，點解嗰啲人會忽然間真性情啊？就係因為佢嗰個平日日常嘅意識開始降低薄咗啦弱嘛，薄弱咗。咁所以嗰個狀態都係會容易令你入翻嗰個精神境界嘅。咁嗰啲時間咁啊，飲咗少酒，咁有啲朋友話開始數苦水啦。咁啊，可能有啲人開始夜半數心星，你又唔小心就可以用直播幫佢睇啦。即係睇咗，哦，其實你面對嘅問題係點點點點啫，你可以輕鬆啲嘅咁樣。咁其實你都係出於一個好心慰問。咁但係你唔小心用咗，於是我就跟住之後嗰四五日又係面青青咁樣。因為我 friend 其實好得意㗎，即係我都冇同我嗰個康復咗嘅 friend，我上去玩貓啫嘛，我都冇同佢講。佢問你係咪有偷偷地用啊？啱先呢幾日，跟住話做咩啊？跟住。系啊，做咩啊？佢话哦，系啊，你面青青喎。佢话啊，系啊，系啊，咁样样。啊，唉，所以即系你而家就即系尽力去删咗条天线啦。系啊，系啊。咁但系未来咧，未来你点样先至会再开翻咧？我谂嗰样嘢就到时唔系叫开翻，因为嗱，举个例啊，古时候啲先知或者以耶稣为例，佢就算要帮人要医人呢，佢都唔系一嚟就话喂我帮啊，佢都系睇翻嗰啲经文呢，佢都系先喺心入边问咗嗰个父，即系嗰个上帝，我哇可唔可以帮呢个人啊？即系类似系先问咗 permit 先去帮，即系所以如果嗰种咁自动化嘅呢，咁我就相信都系可能都要会自动进入咗嗰个有借有还嘅机制，即系可能忽然间跟住就会面青咯。但系初时唔知噶，因为始终同我自己融合得太多，我会以为系自己本身嘅能力，因为已经好似呼吸咁自然啊嘛，咁咯。咁但系嗱，如果你真系有个到你真系想用翻嘅时候啦，或者系可行嘅时候啦，你又点样去帮一个人去做一个灵疗咯？你叫做，即系使接触啊，或者靠一啲辅助工具啊，咁嘅嘢咧。可能第一步咧，最老土都要循例幫佢祈咗禱先噶啦。雖然佢嗰啲會覺得好廢啦，心諗你嗰啲
乜乜密密教會密密會嗰啲咪又係咁樣，其餘咪又係周身餅咁樣做咩啫？唸口簧咁樣，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來日可能有機會可以嘅話，可能先要開一啲先修班，咁又唔係話去到好行貨嗰啲嘅舞蹈班啦。嗱，我唔係話所有教會嘅舞蹈班係行，而係的確有啲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純粹係睇完啲經文，睇完啲章節，咁但係。你個可能我就當啦，你就算真係個腦嗰個理性理解咗嗰個文字嘅意義，但你未必心領神會明白嗰個道理係講啲乜嘢，或者因為咩原因要去實踐嗰個道理啊嘛，即係背後嗰個思想唔明白，咁喂佢點樣實踐啫？咁因為宗教講到最後你係唔係分開一個宗教一個生活，而係兩者融合噶嘛，即係你係切實地要落實翻你嘅生活你嘅生命入邊，咁樣即係以生命影響。生命啦，最後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可能就係有一啲我唔知，又唔好話班啦，可能一啲學會、學社或者小組討論 group，即係我覺得想要有一堆人知道。其實我覺得知識層面其次，嗰個心態最重要，即係糾正咗一個方向先。咁然後其實你有咗嗰個 mindset，你有咗嗰個思想方法之後呢，你睇啲咩嘢呢，都會貼近翻少少咯。咁。OK，嗱咁我又問下啦，即系嗱，我哋之前祈咗禱啦嘛，即系可能你隔嗰2个礼拜啦，系嘛？我哋之前系几个钟头之前祈咗禱嘛，咁样我想问嘢，咁应该要点做咧？哇！祈完祷仲嚟问嘢啊？吓唔好问简嘅，单嘅，好唔简得单嘅。咁啊，？OK，行我开就啦，肥仔咁。唔会用呢个祈祷嚟攞 permit 开灵通，即系唔系，即系又未去到即系死人冧楼嗰啲特急嘅情况。始终咁，我就算。如果係咁樣呢，我反而係可能會就唔好你嚟啦，我嚟，我幫你代禱，即係將你有咩問題，因為你哋未必咁 manage 到。咁樣講就有啲衰，因為你哋未必 manage 到嗰個祈禱嘅嗰個方法。雖然有啲人有啲教會可能會抨擊我，你咩啫？你祈禱咪就係我直接開把口向個神講咯，唔係㗎，即係有時係有啲人祈禱，佢可能佢會。個心係好想，但有時本身個人佢嗰個 foundation 未有，佢可能甚至未知道嗰一個 hierarchy 係點樣，即係有啲人啦吓，即係西方信仰或者等等一神信仰，可能佢哋嗰個 hierarchy 即係嗰個結構係好明確嘅，即係我當啦，如果以三字塔、金字塔。三個人咁嚟睇嘅話，啊最頂端嗰個就係創造萬有嘅嗰個神啦，跟住以下先係佢嘅被造物，即係可能包括天使，包括可能眾天體，包括乜乜乜嘅動物、人啊，一切嘅包括。但可能有一啲叫做，即係始終呢個係一個香港，係一個東方華人社會，佢哋有好多民間信仰，佢哋可能會有甚，因為試過真係有人咁樣問我，佢話吓，神。神個地位咧，應該係below 佛陀嘅，因為宇宙入邊咧最大嘅係佛陀，跟住佢創生咗好多嘅小仙世界、大仙世界，跟住以下再有好多嘅神係 serve 佢，因為咧喺東方人嘅嗰個信仰系統咧，嗰啲神係神，唔係一個神。咁所以雖然喺中文嗱，即係語言嘅巧妙之處就係、是、其實如果呢個神我哋攞翻英文嚟講咧，應該係 God，唔係嗰個 deity。因為 God 係 God 係得一個，但係 Deity 係 Deity 可以 Det 可以 Deities 噶，可以係 Deities 噶。咁但係其實兩者譯翻落中文都係叫神噶。咁但係佢 Deity 嗰種係小神小仙嗰種嘅神咯，而唔係嗰個創造萬有嘅嗰個力量嗰本源。咁所以點解我話要開一個咁嘅可能嘅討論 group 興趣 group 就唔係要話。幫人入教啊、洗腦，而係有一啲好 foundation 各地文化差異，或者各地宗教認知，即係可能嚟一個少少嘅統合翻先，咁然之後你再以你嘅禱告去 connect 翻，因為其實禱告呢樣嘢呢，可以話呢樣嘢我應該講，又可以話唔應該講，就係其實禱告係呢一個行徑，如果識用識玩，同樣嘅行徑模式係可以攞去通。其他嘅神明或甚至通灵，其实一样，只要你嗰个心，你揾到佢个 location，直接与佢沟通就系。所以点解要知道佢嗰个位置，佢系边个，你心里信紧咩系咁重要？因为有机会搭错线，即系好似我之前点解会入咗第二只嘢，然之后去即系
統領咗我成個人，就係、是、因為我可能真係搭咗嗰個線，而我唔知道。但係你又真係祈禱得太神心啦，咁佢就越嚟越佔領你啦，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我呢樣嘢可以話應該講，亦都可以話唔應該講，因為驚有啲人試，但係又應該講，因為我覺得都冇乜人試到㗎啦，老實。即係你要抽半個鐘頭，你每日點樣講呢，又唔使半個鐘嘅，有時你唔好再講落去啦，你就再教落去嘅話，真係有人會試嘅，好嘛？明啊，明啊，明啊！我都將啲 step 講得咁清楚先，係有啲 step 嘅，不過我唔講。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唔係咁簡單嘅。係啦，即係如果你要揾一個人講半個鐘嘢喺度禱告。然后又要开放自己，巴拉巴拉，大堆好多 step 噶，好多 step 噶，系啊。所以咧，我觉得你咧，唔系呢个经历系得意嘅，同埋系好独特嘅一件事嚟嘅。系。咁当然，如果你想抄，亦都抄唔到落去啦。同埋，即系如果就咁外人听呢个节目嘅话咧，啱啱入嚟听咧，我会觉得你系傻嘅。嗯。但系当然啦，我嘅。在我的想法，在我的立场来讲，我第一件事很信了先，而且我也都做了这个节目做了很久，这类型的节目做了很久，所以我会明白你所讲的东西。嗯、但是仙姐，即是到这里了，都节目到尾声了，究竟你如果你要继续帮人的话，你何时开放这个时段呢？咁啊，首先因为我觉得我大病初愈啦，咁梗系等到我即系咁样吃喝玩乐一排啦，即系养翻到个身子，养翻啲气血先。你都话我今次精神过上次咯，真系要首先真系身体强壮啲，咁然后开始由翻啲主流宗教着手先，即系可能要确立翻啲好基础嘅嘢啦，基础嘅习俗又好，即系始终有啲大嘅宗教主流嘢，佢传承得几千年，咁可能都有佢原因嘅。咁叫做咁样，即系第一步身体好咗，第二步。即係嗰個宗教觀又好咗啦，跟住先再慢慢睇下有咩切入點咯。但係我覺得今次要比起上次就係個根基真係要打得好實正。嗯，係啊。當然啦，我都覺得係可能個根基嘅問題，應該係即係可能你最初頭都講啦，你係揾下學長先啊嘛，由呢一個靈魂出竅先噶嘛，即係自己嚟先噶嘛，開始都冇跟咩師傅咩正統嘅學法咁樣。係啊，所以你嗰個根基可能。巩固啲，咁而个灵力就开始澎湃啦，又身体又好啲啦，咁你到时再开翻条天线。系，而家承受唔到。而家我哋咧就系啊，揾下学术性先，即系了解一下啲可能教义也好啊，或者系一啲嘅你知你高材生噶啦，系咪先？读咁多书，你就要答题啊！你真系好不敬天地责自己。唔系啊，我意思系我想读更加多书。O K 啦，唔系已经读好多书。喂，总之就系、是、即系可能你攞以前嗰啲书本嘅知识出嚟，大家交流一下。嗯，我觉得可以嘅，系、啊、可以同你倾下呢样嘢啦，啊啊、交流啦。但首先，我都觉得始终系等个疫情。緩和咗啦，政府開放翻啲嘢啦，我哋去清親字，好去食佢嘅咖喱，好食佢嘅咖喱，係食佢。喂，真係題外話咧，即係嗰啲竹篙灣或者嗰啲防疫嘅地方咧，如果佢話佢係信教要食回教餐，係真係好食過嗰個 stander 飯盒鋪多，啲人話。咦，咁可以諗下喎、啊，就算住入去話，我會教徒嚟嘅，我會食清真嘢嘅。嗰啲咖喱，哇，呢啲先係人食噶嘛，佢蝦片食添啊，到時不得了，不得了。嗱，今日我哋就係咁多先啦。咁啊，呢一輯嘅仙姐特輯咧，我哋又可以留待下一次再揾阿仙姐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啦嚇。咁啊，今集好多謝阿仙姐嚇，多謝邀請，多謝邀請。係啦，我相信你未來日子都會。不停俾我揾上嚟，放心啦。系啦，咁啊，嚟紧我哋拭目以待，先知究竟有咩搞作，几时帮人，我哋拭目以待啦。今集咁多，拜拜。